掌声，笑傲征程，壮志男儿心胸气，叱咤乾坤。大丈夫心向百姓，大丈夫肩挑众人，千金一诺家国情深，万古传奇丰碑长存，丰碑长存。丰碑长存。元帅亲自来赏赐，下官有失远迎，真是罪过呀，罪过呀！先锋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？带路。哎，好好，请请请请请。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，还是在软禁大王？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。下一步你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元帅，万事要当心呢。报告副帅，程军师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反正不是好事。该怎么办？装病吧。好，传吧。是。军师，请。嗯。军师，啊，元帅身患何疾呀？夜染风寒，吃了点药物，静养两三天的话，应该没事。如果攻势繁重，哎，元帅，哎，小心，我起来。哎，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。谢程军师体谅，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，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，两日内起兵。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，与唐军决一死战。遵命。希望你早日起兵，多保重啊。好啊。你刚才都听到了吧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很显然，这是铁士文威逼大王所致。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边走边看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好，你马上传令，让蓝天碧前来助阵。遵命。快点，快点啊！范同学过来，大家搬过去啊！小心点啊！就是小心点。好好，拿过来这边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边。你们几个过来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去。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！哎，是啊，是啊，这么多的东西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！大哥，你看这么多呀。哎，一个一个来。来，你们几个，把这搬过去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快点。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，请两位少将过目。这次赏赐不同之处，就是逐一点兵派发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，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，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。但是，
好方法。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，真是元帅之福啊。过奖了，开始吧。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，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？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，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，马虎不得呀。这费神也是值得的。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虽然我老了，但并不老眼昏花，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。开始吧。是，就先赏钱银吧。是。哎，各位兄弟都别干了，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。大哥你也别干了。怎么了？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，要论功行赏，逐一分发。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？十万多人呢，怎么个分呢？对呀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。谁的主意？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。尉迟宝林的主意？对。啊，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，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，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。是啊，大哥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？是啊，大哥。先干活吧，啊，干活，干活。哎，大哥，去吧，去吧。走吧，走。啊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我肚子快疼死了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我肚子快疼死了！喂，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？想毒死我？没有啊，公主吃什么，我们吃什么呀？胡说！快带我去见军医。公主稍等，我们找军医来。不行，等军医来了，我就疼死了。哎呀！去哪儿？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？哼，有种你就打死我。好，什么？我会慢慢的折磨你，直到你死为止。铁反贼，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，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这坛子酒呢，是皇上赏赐的。大人，您大驾光临，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只有以此酒接风了。酒香扑鼻，一定是好酒啊。那是啊。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。为什么？为了办好差事，本帅奉旨戒酒了。戒酒？啊。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。报告元帅，前营报道。好，开始吧。黄桥到。赏酒两斤，俸禄一月。谢皇上恩赐。陈忠和到。大米十斤。你看你这种想法，早晚轮到火头军。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。哎呀，元帅，下官有点不方便，我先告退一下。啊，去吧。张虎，在。下一个。兄弟啊，大事不妙了！那个元帅呀，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，他是抽丝剥茧，他是来抓你的。为什么抓我？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？哎呀，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，哦，这也是罪过吗？
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，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就是因为这个。你想想啊，他是大元帅，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？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要是相信我，赶快呢，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，是不是？嗯，大哥，青菜没有了。哦，上面还有，去拿吧。哎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上面有个山神庙。总爷，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。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，不如把话挑明了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是啊，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。啊，我敢保证，这次你们呐，还不如李青红、江青门死得好看呢。你们想想看呐，是不是？他是头一次当元帅。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，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，是不是？雪莉啊，你要去禀报，尽管去，我绝对不拦着你。啊，可是别忘了啊，你自己死了不当紧，可别害苦了我们。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也我，总爷，您别生气。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。这样吧，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，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。大哥，不要说了，都听总爷的。嗯，走走走走走吧。哎。长，保龄保青，依次叫五个进来。是，爹。何一波，到。蒋英俊，到。博子汉，到。金长长，到。廖胜武，到。每人赏麻布一匹，俸禄一月。谢皇上恩赐。元帅，您这样赏太辛苦了。哎，下官有个不情之请，不如呢，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，等元帅您累了，再让他们回来换您，怎么样啊？这不失是个好办法。你们去歇一歇吧。啊，是啊，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。是。啊，爹，你不会喝酒吧？不会，事关重大，爹怎么会喝酒呢？去吧，去吧。知府啊。在，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！是，两位公子请。元帅，您不喝酒怎么办呢？哎，元帅，咱们喝茶怎么样？不喝酒，喝茶可以。喝茶。宗宪呢？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，啊，换成茶。是。哎，茶来了，茶来了，茶来了。哎，元帅，您请喝茶。好。这分明是酒嘛。不，是茶。你看，这茶叶还在上面呢。这是什么茶？这是千年龙井五加皮茶。哎，怎么样？好茶。好茶，好茶。咱们再来一点。哎，别别。这喝茶不抗旨吧？不抗旨，不抗旨，不抗旨。一天就算他赏一万人，我们这十万大军，起码要十天才能赏完啊。那如此算来的话，我们要在这儿待十天了。待十天倒没问题，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。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只是心里没底。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，不可靠，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
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，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。对呀，他们只会花言巧语，会打什么仗？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，独占功劳。我也去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算我一个。我不去，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。哼，死得轰轰烈烈，总比在这儿憋死强。没错，告辞了。走，告辞了，走。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，把带来的赏赐通通都分出去。点将完毕。今天天色太晚了，我明天再去吧。没错，有心不怕迟，明天再说吧。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。哼，那当然了，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？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是啊，对啊，是啊。爹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爹，你喝醉了。我又喝酒了吗？没喝酒哪会醉啊？那不是酒，是茶。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。我就是喝酒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这个逆子，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，让皇上把我杀了？不敢。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所有赏赐，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得干干净净了。不会吧？爹，你答应过皇上戒酒，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对呀，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，我怎么又上他当了？人人开心庆祝，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，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，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，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！哎呀，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，但我们就无辜了呀，本来可以休息的，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。哎呀，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。哎，小声点，隔墙有耳。薛哥，酒菜来了，送进去吧。啊。哎，饭来了，各位，酒菜来了，吃吧，吃吧，来，来，好好放这儿，来，来，来，好。我欲断一日寸进，因此离家，不惜劳苦跨海保家出征，不知立了多少功劳，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，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，摇旗呐喊之辈上受朝廷恩典，我等有十大功劳，反食不到皇上酒肉，又想偷鸡摸狗之类，身无着落，妻子柳氏苦守巴巴，只等着我回报佳音，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，此等冤恨为天所晓。今见皓月当空，无所不照，何处不见？有话只得对月相诉。明月啊明月，你可否相告？我该何去何从啊？哎，大哥，过来吃点吧。是啊，是啊，吃点吧，吃点吧。跟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这怎么了，大哥？这，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。走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走走走，对对，走。哎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躺一会儿就好了。我没事。大哥发烧了，真的真的发烧了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。好，走，走，走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，万一……哎呀，管了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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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我说军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。三哥，你也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。大元帅，我看就算了吧。薛仁贵确有其人，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。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，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，万一事情闹大了，倒不好收场。趁着天色没亮，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。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。爹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爹。啊。岳父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。那他们去哪儿了呢？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？不会，没脸回来倒有可能。军医啊，怎么样了？左爷，薛礼积劳成疾，情绪忧郁，加上夜感风寒，所以晕眩了。严重吗？这病可大可小，现在多加调养，复原不难，但过分操劳，后果难料啊。哦，那你赶快去抓药吧。啊。岳父，他们果然不辞而别。放我出去！我是你们公主，有种你们就杀了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公主，彩儿，这没你的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元帅有令，你俩不可单独相处。你，我出去的话，第一个宰的就是你。算了，公主，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。先吃点东西，暖暖身子吧。你回去跟铁石文讲，回头是岸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啊，对啊，公主，兵哥说的对。那你先吃点东西，我先出去了啊。青，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啊，你找我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谁找你啊？我找薛大哥，他在哪儿啊？哦，他突然生病了。他病了？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？他得什么病了？哦，听军医说可重可轻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告诉我。你？我还是进去看看吧。你不相信我啊？没有不相信你。我去看看，好像公主交代嘛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大哥他生病了，正在休息，你不能进去。懒得理你。哎，你不能进去的。放手。哟，还蛮不讲理呢，我偏不放。谁在外头？我，彩儿。进来吧。哎，你。薛大哥。大哥。彩儿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得的什么病啊？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？不知道。有事吗？哦，没事。是不是公主出事了？哦，不是不是，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。哎，你说呀，现在吵醒大哥了，你又不说，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。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。薛大哥，你好好养病啊。好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，现在又没事儿了。周青，看看去。
我到底该不该跟他说呢？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，但是不说，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？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。算了，还是别跟他们说了，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。算了。彩儿，彩儿，哎，彩儿，等等，等等啊！啊，干什么？你一定有事儿的，不说不让你走。我说没事就没事嘛，讨厌，让开。哎，不让又怎么样？不让，不让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嘿嘿，怎么个不客气法啊？我倒想见识见识啊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？你给我让开，让开。哎，只要你说明来意，你说我什么都可以。嘿，你让不让？不让。你让不让？给我让开。哎，不让。你给我让开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？哎哎，我说你们俩干嘛呢？谁刚才说耍无赖的？他了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给我评评理啊！哎，不用评了，肯定是你欺负人。对呀、啊，我欺负他。当然是你了，不是你那是我们吗？哎，你要是……哎，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，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，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？啊，走走走走走，我怎么耍花枪了呀？你别想。哎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耍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别，我哎，不许走。非说不可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？不说，你别想走。我没说的，你放手，你放手啊！不放。周青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干什么呢？他欺负我了。你行了。彩儿，这里有封信，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。哦，好。你先回去吧，路上要小心呢。那薛大哥，你要保重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啊？哼！哎，再有弄虚作假，杀无赦！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？啊！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彩儿，彩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对不起你，彩儿，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，彩儿。彩儿没事，可是薛大哥他病了。什么？薛大哥他病了？他生了什么病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是他病得不轻。里应外合的事儿，我没有跟他提。还有，他让我给你带封信，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给吞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。彩儿，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
皇上，微臣因醉酒误事，甘愿受罚。哎，好，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。宝林、宝庆，你们两个做监护人。遵旨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老黑呀，老黑，你是再三的犯错误，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。哎，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嗯，也倒是。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，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，二来也便宜了他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的意见，大元帅，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，作用何在吗？我判断，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。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，他就会重用薛仁贵。到那个时候，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。哎，好计，哎，好计呀！准奏。你们说，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士文的大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嗨，那还不简单，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，怪咱们让他喝了酒，抗了圣旨呗。还有一个可能性，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，这个可能性极大，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，但确实是依靠他呀。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，假如没有薛仁贵，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。哎呀，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。嗯。哎，妹夫，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不知道，军医也难以诊断。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？哎，我有办法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玄兔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没有什么消息。大哥，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，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。玄兔啊，你不把实情告诉我，我心里边着急，这病能好吗？大哥，你先把身体养好，身体不养好，出去了又有什么用？来，赶紧把药喝了吧。元帅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末将再敬您一杯。我们同朝为官，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，有点误会总是难免。今天得你前来相助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干，干！蓝将军到。末将蓝天碧参见元帅、副元帅。蓝将军，请坐。谢元帅。蓝将军相助，本帅就放心多了。蓝将军，干一杯。希望我们共同杀敌，报效大王。来，末将一定不辱使命。本帅要静养半个月，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。希望你们不计前嫌，同心一致，报效大王。领命。本帅先行告退，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。各位兄弟，本帅一向集思广益，大家畅所欲言吧。蓝将军新到，请先谈高见吧。末将初来乍到，不了解情况，还是先听后说吧。好，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，可以说了解最深。我认为打来打去，
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，尤其是薛礼，此人武功高强，力大无穷，几乎无人可挡，而且此人诡计多端，如果能将他制服，我们就能胜出。好，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，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，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。啊，请问军师，大王可有特别指令？没有，只要能打胜仗就行。恩师，下令吧。不行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，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。报，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。我们不攻他们，他们反倒攻过来了。再探。是。恩师，现在不是我们主动，该怎么打？我们先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铁营的，有种的出来！铁士们现在受伤了，应该生不如死吧？不如一起出来，来个大了结吧！啊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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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先不要说话，让志龙来掩护你。元帅，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？嗯，应该是他。我想去会会他。天兵，先别着急，让他们先暴躁起来，再收拾他也不迟嘛。元帅，多虑了。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，一定有所顾忌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。那好吧，但是你不要恋战，见好就收。遵命。驾！撤！撤！撤！来者何人？铁士们死了吗？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，你夜阑天兵。驾！撤！驾！驾！哎呀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哎，宗信！啊！宗信，驾！宗信，驾！哎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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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驾！哎！驾！宗信！起来，起来！啊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元帅，缴令。好，将军，你辛苦了，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！爹，爹，爹，大大大事不好了！爹，怎么了？你爹还没死呢，哭丧什么呀？爹，我和妹夫出阵交战，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，一个叫蓝天碧，还一个叫蓝天笑。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，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。我一看不好，我冲上去就想救他。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，爹，要不是我的马快，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，爹。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，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？哼，爹，还是找薛礼出阵吧。哼，这我还不知道吗？看他病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打呀？哎呀，哦对了，这个你去，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，拖一拖再说。啊，去啊，好，是，好。走。哎，把薛礼给我带上来。元帅，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，武艺超群，如今被我大哥所捉，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。将军，这是你的奇功一件，代本帅给你记上啊。谢元帅，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，我倒要看看他铁士文还有没有颜面活着。嗯，
将军所言极是啊，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。薛礼待到。跪下。元帅饶命啊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哼，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威武不屈的好汉，什么取官夺寨，所向披靡，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。雪里，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？哎，元帅，错了，弄错了，我不是雪里，我也不是火头军，元帅。你放屁！你不是白袍小将，为什么穿上白袍？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？怎么到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？将军恕罪，我是冒名顶替的。你不是薛礼，那你是谁？元帅，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，我叫何宗宪。元帅，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，别听他妖言惑众。这么说，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个火头军薛礼呢？元帅，火头军薛礼，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，他就一直病了，而且病得还挺厉害，所以这一仗，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。你们有多少兵啊？我们有10万人。粮草多少？战将多少？有半年的粮草，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！啊，是元帅，饶命啊！走，元帅，饶命啊！走，元帅，元帅，走！元帅，我觉得与理不合呀。将军，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，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。元帅，这其中会不会有诈？是啊，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。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。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。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。好，我们等他几天，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。天秘，我们不能等了，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今晚三更天，咱们来个偷营劫寨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末将愿亲自前往，保证成功。元帅，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好，来。元帅，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？你们领3000精兵。摘下威武陵，从本关出发，走长蛇沟，到了山口，兵分两路，东西两面包剿唐营，杀他一个晕头转向。哼，不说唐军全军覆没，也让他损兵折将。好，好，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，等到一更就出发，可要多加小心。元帅放心，保证得胜而归。属下告退。好，去吧。
绣球，在哥哥手中，风吹雨打不放松，哥哥有情，妹妹有意，相知相爱在一起，心相拥。相爱心相拥。